李庸，你投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还不伏法？阿石，你若执意要去，阿姐陪你一起。我若是真的想要害你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在取你性命的路上，好一个唯有依附才能生存，你这是引狼入室，自取灭亡。沈公子不必逞强，实在不行的话我赞你也是可以的。